我是感觉讲一切拢是天的安排。我也相信讲这真侪人无看好这个结果，但是听今仔日在此时此刻，我希望讲讲出我的心内话。你若愿意，我是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，我陪你去参加演唱会，我陪你受罪去陪哦。我要怎么开始过，一直出落去，我要跟你告白。你命较好。讲这讲到位了哈，蒋老师搞虾瓜，搞虾熟，但是讲话就较含慢。今仔别讲每个向一个女孩子告白哈，往往问题就真多。不如台顶阿清是这个蒋老师，咱是不是有蒋老师这个机会，台顶给训练一下告白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当然对象不是你啊，我还跟可丽姐去告白。哎呦，哎呦，你混素来呢？混素来，混素。我叫你那粉丝出来，我看到美术，我看到美术。来，一贝贝啊，老师，麻烦为何好这里可以？来，一贝贝，来，咱们考验一下江老师告白的能力。今天开始讲你真介意可丽姐，里边的向你表示一贝 music。可丽，我要跟你告白，我要跟你告白。那边讲好几摆啦。直接来啦！告白还是开头呀？内容，来第二公献啊！预备，告白开始。可丽，我跟你告个白。告个白，好啊！你要白什么？我还……等一下，不要唱歌。你是丢高了。你要告白，我摸我的，你告你的、啊。这有点好笑。哦，有点好笑啊。好，那我不要动你。等一下，我在按对的公斤为难哈。顺子先示范，顺子跟那个亚文老师告白。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，我可以跟她告白吗？当然了，一杯 music。亚文老师。我看到你的爱情，哎，我心情也未准备哦。对咱拢无尊重。你背对老师告白，你莫看我。预备告白开始。我即摆是对起电话要告白。老师，我要跟你告白，还有一只狗是白色的。哎，真惊的啦！对啊，你得示范哦。感动。江老师看你是真的吗？对啊。哎，最少退一下。预备告白开始。要学。我是刚刚讲，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出席出客。如果上天的安排讲我有这个机会，倘我伫未来几十年替你服务，会当来做你身躯边师兄上准确的迄个伴侣。师兄，哎，迄个就砍去，迄个有十八当人就给他砍去。不是师兄啊，安怎啦？拍死啦！想等我记袂起来。你不一定要跟他同款嘛。你重点都。因为有人跟长嘛，有人跟短，想等你的无法度，遐找医生找我无效。一杯告白继续。我是感觉一切拢是天的安排。我也相信讲这真侪人无看好这个结果，但是听今仔日在此时此刻，我希望讲出我的心内话。你若愿意，我是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，牺牲我的性命，拢要完成你人生上大的任务。我陪你去起厝，我陪你去参加演唱会，我陪你受罪去陪哦。我是要你阿白带鱼还是沙丁鱼，咱拢个抓回来。山明海誓，讲讲遐济是无效的，我先困。我感觉讲，只要你给我一摆机会，我愿意奉献所有一生的一切。海水会干，石头会烂，我嘛唔肯。是。我。海水会干，石头会烂，我让你惊到啊，规身躯拢碰趴。不要紧，这段非常的精彩。你是真心真意配合老师的情景，我讲真经的，但伊唔敢啊，太好笑了，太厉害，你唔敢，无你去叫警察嘛。喂，
因为老师做公益，所以就不得围落去哈，要去厝啦去拼哦。对啊。老师都在拼嘛，所以江志峰老师都有你有听到吧？行不行？应该可以。你要是诚恳嘛，你也要弄到我像他那样笑哦。你喜欢怎么被弄啊？对啊。师兄，先借一下。一杯杯，一杯杯。啊，你买锅巴羹，叫我都讲哦。哎，江大夫你好。帅帅帅。一杯杯，江志峰老师对苗可丽的告白开始。可丽，我要把开始过一点粗鲁的。我要跟你告白。你牙卡好。那也怪怪。你阿母有来无？规家伙啊，恁姨婆。啊，你是巴肚疼哟？啊，我今嘛知影前几天。有一个。哎，哭来看无。就是不给你的狗的，你是要来乱编你啊？哎呦！哎，啊，你人拢也未瞧你倒，你就瞧。一杯，一杯，告白。我先说，你今日只啊斟一个要倒要倒呀？啊，出来看医生，无你穿两支头毛，看看咱底下都无代志。好，帮我轻松的。笑啊，多无啦！哎，一个查甫人，一个查甫看到一直笑，安尼足悲哀呢。一杯杯告白继续。可丽，哦，但是跟他说，我要搞，不是，这叫做宝贝类啦。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真正。是的，是的。就容易他们出现了哦，大家拢欢喜起来。哎，老师，这不要多啦。江老师是万人迷了哈，大家拢爱江老师。那相信讲江老师今天来跟亚文老师告白，这不可能哦。哎呦，哦，所以讲买来是两万，那尽量大家吼保持安尼吼。但是安尼，大家拢希望跟江老师我都合唱的机会了哈。哎，我今麦不要多，不要多呢。你今麦不要多，你这少年都不要多。我平时用老，就讲平时嘛老早。啊，迄个那刚台台顶吼，那叫阿妈过起来煮者。叫光出点平水。阿妈，你走未？好来，有啥物人要甲张老师合作？哇！阿恁两个。我先啊。喂，伊都阿无搞我告白成功，哎，我先。是啊，好好，你先，你来先啊。安尼好。阿无一直看着你，一直笑，一直笑。啊，咱是变怎才好？等下等下，因来合唱这歌，不管唱落唱无落，并无 NG 啊，吼。好啊，比较个大地哈，好，你敬什么歌？哎呀，伊也好济啊，免，特别好嘞。一边老师你按来好势哈。好啊，我来。啊，来唱选弟弟好啊啦，阿宝。我想要跟你告白。哎，你滴怪怪哦。起码，起码人要唱歌，你才要告白。对啊。OK 吗？选弟弟我懂。先不行，不行，你要说。来，要挂个早的，要卖早的，来婆香过日子，酸得力。
深知爱你之难。来，郑宗明就位。Okay.